要问先将先看牙，身旁可要有四个人一起服务。大部分是脑性麻痹啦，还有自闭症，借着大家的力量啊，合力把它做。不然平常在诊所很是不好处理，然后我们能够处理多少就尽量做。其实我等这个机会等很久了，我当中就整整等了6年这样子，所以他们就医上也很不方便，不像我们一般的人可以在外面这样子，随时我生病了，我想要去看医生就去看医生。除了有等了6年才参与牙科义诊的护理师，还有背负着父亲的传承使命。我父亲蛮早就往生，我把我父亲这一份爱把它传出去，尽我那一份小小的力量，然后服务我可以帮助、可以付出的人们。牙科护理师以及慈济志工，大家分工合作，希望减轻身障生的牙科困扰，让他们拥有好牙齿，餐餐快乐咀嚼。大爱新闻捐献美志工黄秋桂、梁炳清，台南报道。